安地门乡啊青叶国小，它是一个卢凯族的部落。大家还青叶国小小的合唱团一起出场，然后为我们大家带来第一首歌。那首先呢，就由杜主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。Make sure to sing this song.